集结号吹响了，多科室轮转，提升相应知识水平，多角度培训，提升相应临床技能，多方位指导，提升相应的诊断水平。相信通过培训，十三岁乡村医生掌握常见病的诊断和处理，灵活运用基本药物，掌握床线转诊的指征，熟悉相关疾病的诊治进展，掌握相关疾病的健康教育知识，掌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管理相关服务知识。为期一个月的相应体能培训将使相应的基础理论、临床实践和急救技能得到很大的提高，将更好地为社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。地址：青岛西海岸新区宝浦江路9号，电话0532-8689-5767，长按指纹识别图中二维码添加关注，人心医术关爱生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